他非要来看电影，要看那个 Johnny English， 好像是第二部。其实我不太喜欢那个憨豆先生，所以来呢都挺冷了。我穿上冬天的衣服，付车钱，应该是2磅，让我瞧瞧。12点，这是几点呀？12点，几点？7点。哦 ，2 hours。哦 ，OK。在哪儿？进去吧，进去吧。停最多只能停2个小时，就是2磅钱。然后我现在几点来的？5点多。6点以后呢，好像也是2磅钱。18点40多结束。OK。我就付上2磅，然后你进去 shopping 呢，他有的超市会把钱退给你，就是满够多少钱就把你的这个 ticket 上面的价格还给我了，所以说还是挺划算的。去看电影去，你像这个电影票吧，挺便宜的，4磅99一个人，什么时候来都是4磅99。要是在超市啊什么地方买一个 DVD 的话，也得10磅钱。也就是平均价格吧，一般就看一遍就不看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价格呢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是平民价格，我就来了。这个大屏幕上的是 Nutcrackers， 我也看过，也是挺好看的，有童话 Disney film。Hello。这次来的这个电影院是 View， 还有一个 Cineworld， 英国就这两个比较有名哈。进来以后都长得差不多，但是这个 View 呢比较便宜，比 Cineworld 便宜多了。接着前一阵子网友和我说是 Cineworld 被我们中国公司收购了，好像是。Oh, film, well, part four, but film starts at 5. I've just got to give Kev a cigarette. I'm Kev, going there tomorrow. Oh, no. I told you you've got three sick days. What time have you been down there? Hello, mate. It's good, all right? Yeah, you text Matt. Kev, you all right? Okay, so I honestly thought Matt would come because he always says no, and then he shows up. But he finished work at 5:30, so I thought he would show up. Brother, playing golf Friday? Yes, mate. Yeah. Where are we going? Tell him everyone's watching. Well, there's only one course I know about. I didn't have it as like an organiser. Oh, can you pick up some RZA as well? Oh, God, hang on. Everyone's going, oh, sorry, okay. Dan said, can you get him some RZA? Okay, don't worry. Are you sure, Claire? Yeah, don't worry. Sure? Yeah, don't worry. Give me the multi-pack. Okay, no, don't worry. Multi-pack, more. What type of RZA, Dan? So, we've got to organise the next one. Yes, mate. I'm a bit... fuck, man, because I work every other Saturday, 9 till 5. So Friday is pretty much out, especially unless it's when I've got a day off. And I work till 6 on Friday. This looks lovely. Every other Saturday. And I have to wear a 6. I love it. Wait, 6 on a Friday? Oh, no, yeah, well, I can't like it. Yeah, I'll get there at 20 to 7, half 6 or 7. Yeah, but, I went out with... I have to do it on a Saturday when I'm not working, but... Yeah. Nephew, yeah. Can't put my finger on what it is. Yeah. What's his name, Keith? He just said to me, you've got Vajazzum, but you should have told him a bit lower down. He said, I'm actually all right. Hello, Julie. I'm Richard. The main man. Yeah, we've had a cuddle already. You only turn up? You only turn up? No, because my nuggets are from last year. Oh, doing my crazy filming thing. All you see is the people's legs. That's fine.
我找了一个接口就溜出来了，到这外面来看看，我就说来拍摄一下，他也没跟我说，说要见朋友，那我没办法，只好带他来，再回家吧，就折腾两趟，我就在这等着他。这下面还有个 Starbucks 哦，不想喝酒的可以喝咖啡之类的。这上面呢就是一个旅店，可以住旅馆的。虽然有点冷了，不过我觉得比里边好多了。我在这找个地方看看坐哪儿呢，坐一会儿。我现在跑出来在这外边坐一会儿，因为那个里边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吵了，吵得我头疼。我受不了这种噪音，所以说嘛。我很少去酒吧，我就在这歇一会儿吧。他说一会儿就走，也不好意思撵他走，回家吧又得费两趟车呢，因为不住在这当地。可以就在这外边等着吧，反正我穿着挺暖和，也不冷，对吧？我这是得过了一个多小时了吧，在这坐的，觉得他应该在里边差不多了，进去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没完没了。也不能催他，我最讨厌等人了，你说回还不如回家呢。不过也是回家再回来，讨厌！你打个计程车来和朋友喝着火多好，你不和我说一声，看看他要不要走。回到家，回到家以后呢，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昨天我发现我这频道里很多猫，我是大胖兔吧，还有三个猫，我发现现在是一个是当然大山猫同学，还有一个是小花猫，还有一个墨镜猫。他问我昨天我和他说了，我给他看看我家里这些食谱，我想着给你看看，这就是我的，但是我很少看。这个才原价就把9.994.99变成2.99了，这是做中餐的，中餐的食谱。我喜欢带着这种的，你看这个挺好的，带着图片，然后下面教大家怎么做。我其实很少看，这不这个串串肉串，说是中餐，其实大部分都是比着这上面这一本，还有一本这个呢，也是你看都很旧了。这个是意大利的意大利菜，什么披萨呀什么，我觉得意大利就这 spaghetti bolognese 什么的都挺好吃的。 spaghetti bolognese 是意大利的吧，我喜欢吃 carbonara， 意大利的菜。这个是还有一本这个也是意大利的，这个又是中国，我们中国菜。还有一个 Greek， 还有一个是这个是什么，这个还有一个英鼎，还有这个这个我也买了，他经常上电视是吧，这个男的。我有一次叫什么 King Homer， 就是这几本拿给大家看看，拿下来。这个呢就是他和一个女介绍，就是我其实都没大看。这个东西长豆角在中国经常吃，在这里不大好买，在这里没大见着有买的。其实这个 cooking 还真不多，他就介绍这些油啊什么的。这本书，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书，好像这本书挺好的。这本书是一个荔枝，新鲜的，一日色变，二日味变，三日色香味俱去也，好像是。不过这边吃不到新鲜的，也可能能吃到，得上特殊的地方去买，很贵吧。这个炒面，其实呢，中国说是中国菜，中国地大物博的，每个地方的特色都不一样。像我们吧，鲁菜，
还有粤菜比较多 ，fish pasta， 我怀疑这些都是粤菜比较多，南方口味的，不都行吧？要能做好了也不错。还有一本也是意大利，还有印度的，妈太多了这些，还有意大利的，还有一本，这是印度 kitchen， 印度的花纹真好看，你看真漂亮，印度人，而且穿的色彩也很漂亮。我发现这边尼泊尔人就穿的色彩很鲜艳，服装也很好看。我其实都没怎么看这些，这个等到我有空的时候吧。其实我是懒，和我们吃的那种大饼啊之类的也差不多。我看它也是烤饼什么的。印度菜，就是这几本，还有一本就是，还有一本，这是什么？啊，哇，好几本呢，还有两本，这又是意大利的。意大利菜就是这样的，哎呀，反正很多啊，还有一本还在上面，反正就这七八本吧。但是基本上我要是做的话，我就上网上去看，什么红烧猪蹄肉怎么做了，你就跟着网上什么王刚啊、麦诗麦语啊，还有田园美食，还有小高姐都有，他们都会做。嗯，妈妈食谱我也看，反正我就还有现在那个大山猫给我介绍的是一个。叫什么来着，它叫茄子美食味蕾，对，美食味蕾也做。反正我就跟着网上的这些人随便看了学习一下。我在家里呢，嗯，只要不会的我一般我都上 YouTube 去查一下，看看别人怎么做，就是这样子。看我就这些 cooking books 是不是很多啊，一大堆，你看，等着我有空的时候，我妈还给了我一小本，放到我的口袋里，袖珍型的，不知道让我扔哪去了。 OK，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哈。反正我给大家看看吧，这就是我的，这就是这几本书，这是 DIY， 做 do it yourself 自己做的。这是个什么 Super Garden， 这是什么？哦， Alan Tishman， 这是这个，这是我学画画的，自己自学中药学。这个挺好的，他就这个书还不好买呢。我和你说，这本书挺好的，他介绍的每一本就是每一本中药，哪一个长得什么样子呀，然后简介一下什么良性药呀，又是什么药的。看过这个真是挺好的，你看什么，这有什么平肝药，就每个药性都不一样，安神的药，活血化瘀的药，这样其实挺好的，自己闲的呗，就闲的呗，清热化痰的药。OK， 还给大家再看看我还有什么书。再一个就是这个是什么，哦，这是 baking soda 200个作用，然后呢 flowers， 这是花怎么照看它，这是我自己喜欢的。我其实最好的一本叫宋词精品，被我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拿着旅游丢到船上了，再去买再也买不到了。那本是我最喜欢的解说的一本。这个是一个小说，其实我有很多书。这个呢就是大字，因为它是叫 large print， 我不喜欢的字很小，累得我眼睛疼。孙子兵法是我妈给我的，我妈说我要学习一下，可是我当笑话来看，因为我不够聪明嘛，我妈让我学习，其实我也不学，我就是这么几本书家里的。 OK， 就是这些东西。我昨天呢去了一趟 Costco， 结果在 Costco 还发现了两个女孩子，我很喜欢她两个长的那个样子，有一个吧就看上去挺有福气的，她好像是北京的，她跟我说话，好久就认识她，不过一直都没有跟她出去，她有孩子应该是挺忙的。后来又穿红颜色衣服的那个女的我也认识，我也挺喜欢她，每次都很热情，和我打招呼，哎，打招呼就走。今天说啊，原来我说你们都是认识啊，说我怎么看着你面熟，原来他也认识我那认识的这个朋友。所以啊，其实我当时就感觉出来他有应该是我们同胞，但是一直没有问过他，这样问了下一次呢就跟他开始打招呼就可以。因为有的我不清楚有的人是不是不喜欢被问啊，所以我要是不确认的话一般不好问别人，我是这样的人。 OK，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了，下次再见。你看都什么时候了，我还穿着 Rudolph 呢，这个暖和，可暖和呢。